行哥，你聊的还蛮嗨的啊。我回去，拜拜。走了，我们走吧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欢迎收看我跟萱萱贝贝的视频。今年是38女生节，祝所有的女性朋友节日快乐，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。爸爸，我也要祝所有姐姐、阿姨、奶奶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。哎呀，这小家伙嘴巴越来越甜了啊，不错。爸爸给你点个赞，快跑快跑快跑哟！爸爸来追了哟！爸爸来追了哟！贝贝哥哥回来了，你奶奶在床上吗？没有啊。贝贝，小青蛙在哪去找豆子？我家旁边。噔噔。走了，我们回去吃饭了，走。好，我跟哥哥一样奥特曼。小贝贝吃鸡蛋，多吃点啊。西红柿辣椒太辣了，西红柿西红柿，辣椒是辣椒呀，哪里有什么西红柿辣椒？好，来，把嘴巴擦一下，爸爸喂好了，要不要？要。那你自己吃，快点吃啊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走，咱们去干点咱们男人该干的事情。爸爸，嗯，你不是说要给我商量一些事吗？走啊，走了就知道了。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一个东西。你去拿什么？拿简单干嘛呀？爸爸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我们走就是了。好，走。走了。还这么聪明，还知道我想干什么。轩，你带爸爸来这里干嘛？我们去点花点妹妹，点花点奶奶呀。你知道爸爸想干嘛呀？对呀。爸爸，嗯，我们捡这里的，这里有，也是我们田里的。那边是别人的，所以我们不捡那里。好，我们就在自己家田里面捡啊。那就爸爸，嗯，我已经捡好一个了。你那剪的太短了，爸爸来剪你的拿好不好？好，随便剪一个。好了，你那剪的太短了。爸爸告诉你怎么剪。奶奶说啊，今天是女生节，要祝他们节日快乐啊！你看哪里？我们去那边捡好不好？这边多一点，开得好一点。对呀。爸爸在这里捡。你在这里站着啊，好，你等着我啊。好。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我们要回去了。来，先去捡这么多，快走，戴好帽子来。哎。奶奶，妹妹，给你。
贝，哥哥送花给你开心吗？这花香不香？香。香啊，你要不要谢谢哥哥？你说啥？爸爸听不懂。这个小家伙。大家看，现在又不下了，这个老天爷就跟开玩笑一样。哎，本来今天是想给我妈跟贝贝制造一点惊喜跟浪漫，结果太尴尬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